近日，孙坚在微博发布了两张截图，并配文。图中，袁姗姗把孙坚参与某家媒体的采访的视频标题是诗集话剧《如梦之梦》，特邀他参演。这位90后演员凭啥圈粉无数的截图发给了孙坚，并且嘲笑道：“你是如何做到说自己是90后的？”才发现孙坚在采访时被媒体误认90后。受到袁姗姗的嘲讽后，发博呐喊：“老师，快帮我改一下吧，我不是90后啊！”虽然我看着有点嫩，结果袁姗姗转头在评论中喊话孙坚称：“我00后。”这样互相吐槽又知道一块的朋友关系，也是让人羡慕。